兄弟过来一点啊 ！Hello， 冲喽 ！Yes， 总共有四个跳板，一定要踩到这四个跳板。好，这四个跳板都要踩到，不能够倒哦。嘿，做一个叮咚叮咚。如果你成功的话呢，在下面加一留言加一，说你完成了。哇，又是刚刚一个人吗？哇，好多车！好，我就要下来决斗了。再这样开下去不是办法，像个男子汉决斗吧。欢迎收看我不磕拿铁频道，今天要去玩手游 Free Fire， 我要活下去。没错，今天呢就要穿疯狂麦斯装来挑战一下天堂岛。疯狂麦斯是我帮他取的啊，他其实这套名字是叫做绝地暴徒组合包，对，然后总共要225个徽章的话就可以哦，然后这一套，那这套要打开精英通关才会有。好，精英通关的话呢，我之前有介绍过啊，他这个是要花费800钻，大概台币240块的话呢，你就会开启这个通道，然后你完成了多少徽章就可以拿到多少奖励。好，等一下给先大家看一下的是燃烧残骸滑板，这个滑板呢我都叫它火焰滑板啊，火焰滑板还蛮帅的，燃烧的火焰滑板，它有点像是飞机的残骸啊，虽然感觉上也不太吉利，不过呢以游戏来讲它是算是非常帅气的。而且你们可以看哦，它这个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往下俯冲的时候会有火焰，停下来的话就没有火焰，有没有？然后往下俯冲就会有火焰，就看你要不要往下俯冲。好，现在要往往哪飞啊？啊，对，我今天要玩那个一个特殊的东西，等一下跟大家分享，像是对各位玩家一个小小的小游戏分享啊。好，等一下我先拿到那台车子才行，看有没有拿到吉普车或是黄金比目鱼，差点讲的黄金美丽号。好，这套服装我觉得蛮帅的啊，很有霸气感，然后有些玩家说很丑，我觉得很两极啊，就有些人会觉得好看。哎呦，哦，下面有人，先走。我刚才想要下去拿一台车了，下面农场那边好像会有一台车，我现在直接走过去那边好了，走去滑雪场。然后这个头饰的话，我觉得这发型好看，发型很像邓紫棋现在的那个发型，就是她现在只有编那个有点黑人头的发型，我觉得 skirt 好看。可是很可惜的是，她只有男角有。然后之前那个图片出来的时候，我以为有女角会有，就其实是没有的。然后其实如果从背后看的话，又有点像是北斗神拳权四郎的衣服。北斗神拳以前好像有个版本是比较以前的版本，然后他是穿就是有点像是飙车族的那种衣服，然后也是末日世界啊，然后大家都是穿的有点就是像这样尖刺的散弹枪。 OK， pass 12，这个穿着配这把枪就对了吗？完全就是符合我的 style， 有没有超帅的？然后其实这衣服又有点像橄榄球装，我觉得这很帅，这套真的很帅。如果真的末日到的时候，你可能要穿这套去撞僵尸也可以啊，因为僵尸会咬人嘛。如果他今天要咬你的肩膀的时候，他应该自己会被先刺到吧？没有步枪，我现在拿到两把都是近战武器 ，MP40 跟 SPAS12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后面的背包也是 A Little Pass 的徽章收集的，你要开通才会有机会拿到。然后基本上来讲，只要徽章数集，就是募集的够多的话，就是你收集的够多，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背包。好，现在目前应该是没有敌人，先简单收一些东西，不然等一下我玩太久可能就要跑圈了。两倍镜，没有拿到步枪欸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等一下，有一个二级菇先吃好了，吃了再上。好，找到了。是黄金美丽号，黄金比目鱼啊，讲错了，不好意思，黄金比目鱼是我帮他取的啊。好，来吧，开始挑战赛，开始哦。首先你要先把这台车开过来，好，转进来。我觉得蓝卡比较会卡住啊，蓝卡之前我试试可以啊。好，先停一下。我先拿一点装备，因为等一下安全区
先看有没有缩这里，如果没缩这里的话，我可能就要只能玩一下下。哎呦，好，有一把 Farmers， 等一下哦，有 Scar， 哎，我听到脚步声，嗯，刚刚好像有脚步声，有人来了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我，因为我开这台车有点明显，可能要先解决掉这个玩家才行。我不能让人家说出去，说我在这里。好，这是试一下玩啊，我没有开直播。这应该是一般玩家，我看一下在哪里。哦，他看到我了。哦，开枪了，又来开枪示意一下。来，兄弟过来一点啊。Hello。OK， 先击杀。这就是18/12啊，真的是很凶的一把散弹枪。我最近玩这一把，在练这把枪，因为我之前有一阵子玩散弹枪 ，1014的时候，常常被 NPC 打死，所以我很不爽，我就想要练18/12。好，来吧，开始了，要缩圈了，赶快进行我们今天的小游戏单元。好，小游戏单元的车开进来以后，你看到最右边这里，这个赛道，好。冲咯 ！Yes， 总共有四个跳板，你一定要踩到这四个跳板。好，这四个跳板都要踩到，不能够倒哦。嘿，做一个叮咚叮咚，恭喜过关。好，再一次。然后这边有两个赛道，左边的赛，刚刚那个右边的赛道算右边啊。右边的赛道就是你要四个那个，这叫什么？哎，我想要讲一个讲法好了。好，四个那个弹跳板，哎，知道吗？好，弹跳板，它没有弹跳啊。好，四个板子都要踩到就对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要这样挑战，这也是有四个板子。嘿，左边这个，好，在右边，哈 ，OK， 再来左边这个，每个都要踩到哦。嘿，又 OK， 这样就过关了。然后再来这边有一个 S 型，我自己发明的赛道，然后这边要穿过来。这样子挑战完一轮，好，这样穿过来，最后要出去，啊，要缩圈欸。好，如果你成功的话呢，在下面加一留言加一，说你完成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就好了。我觉得蛮有趣的啊，把车开起来很好玩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哦，就到这里吧，停到这里，因为有一台蓝卡，我要先招楼了。等一下那个毒圈要来了。总之来讲，就开到这边啊，你们就是先走右边那个赛道，直直的下去一次以后。上来再走左边的赛道，然后每一个板子都一定要踩到，这是我们这个小游戏的重点。然后最后你要成功的出来就可以了，然后自己要小心敌人啊，敌人应该还蛮多的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觉得好玩的小游戏啊。有敌人啊 ，no 哈 ，OK， 哇，飞超远，哇，我的车，好，没事，你先找一些资源，好，空投信号可以用了。香菇，好，哎呦，按错键，我先丢一下空投信标。好，这样丢其实有点危险啊，因为毒圈要来了。没关系，我有车。这个是第一圈比较不毒啊，所以没关系，我补爆那么多。通常缩圈的时候，这个空投信标是最不会有人来抢的。缩圈的时候，而且还在圈外。这样应该是比较安全啊！我看有没有敌人敢靠近，谁靠近我的空投信标就要成为我的车下魂。好，可以了，来了，我先去捡。然后第一圈不堵，而且我吃了这么多香菇了，骨肉炸，好的，太好了，正式开始啊，很好。然后两把我喜欢的枪了 ，18/12 加骨肉炸，这样可以。好像没有敌人在这附近欸。今天这场要玩开车好了，其实我很久没有玩日开车了，私底下玩都玩游击战比较多啊。然后像这种灌木丛啊，你们现在有看到就尽量撞啊。如果开车的状况，因为灌木丛现在除了极地服以外呢，很多玩家会躲里面，包括我也会。然后当然我也不会让你们撞到啊，我一定会看到车过来赶紧闪啊。只是跟大家警惕一下，灌木丛里面有时候会很多人开枪。哎、欸，没有子弹，好，我看一下哦。现在其实缺的是四倍镜，
没有四倍镜。如果要玩到决胜的话，需要四倍镜。好，我决定了，这场我们要玩开车好了。反正天堂岛那么大，不开车太可惜了。Go！ 久违的铁砂流，没有四倍镜，我要想要四倍镜啊！我至少要开到决胜才行啊！因为像天堂岛，我会建议大家，如果可以，你到决战前一定要拿到四倍镜，是因为，哇，这个地方很多人会躲树后，你有四倍镜会比较好打死敌人，不然有时候可能，如果说瞄不够远，会打不太死啊。哎呦，卡住了，哎，动不了。好，再一次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死角，死角。还有十二个敌人，哎，我杀了两个人都没有看，哎，都没有跟场，哎，都没有继续看，就是直接走了。不开心，被撞死不开心，被闪死不开心。好，不要紧，这样也好，我这样玩起来比较没有压力，自由自在。哎，这个空投，这个先不要捡，这个空投捡得太危险了，这个位置太开放了，像这种空投我就不捡。因为捡的通常会死得很快，一个躲树后我都没发现。我看到一个敌人，货车后，那个我不知道撞不撞得到，哎，可能要再开回去一次。哎呦，空投你要没有人敢捡，捡的就会死，诅咒的空投啊！我相信很多玩家一定是为了捡空投而死很多啊，像我也会啊，有时候为了捡空投。但我现在不用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有骨肉子啊，我有68、12，我捡空投干嘛呢？对不对？装备 OK 啦。好，我先过好了，先过好了。另外一边人可能比较多。天堂岛如果不开车，真的是游泳，我觉得有时候蛮危险的啊。你看，像过桥会有铁桥浮急流，所以我们现在玩起来呢，就要小心谨慎。有一台车，这应该有人哦。哎，我好像看到人了，刚刚是有一个人，我不知道是不是。那我看到那个，哇哇哇，这打我了，有一个维修包啊，这个不能吃，这个不行，我先拿补包就好了。来不及，我去拿个维修包会被毒到，这个圈会比较毒一点了，应该是第三圈吧。好，我先不拿。刚那个敌人，哦，他开车了。好，来来来，大家一起来开车！我撞死你！哇，我翻车了，可恶！我撞输了，我撞输了！哇，我的车快爆了，剩一半，来追我！好，来来来，追我，来追我，来追我！末日赛车现在开始，来，你追得到我吗？我要把你甩开，消失在我的后照镜，好让我后照镜中看不到他。S 型贯穿，好，我再绕这边，哎呦！蛮强的哦，跟得很死哦。好，这里呢，转弯。好，我来，哦呦，他刚卡到一下，我听到声音了，有咔咔咔的声音。我有戴耳机，可能听得比较清楚。好，右转急转弯，切小树丛，还跟得上来吗？哦，哎，有一台车，我不能再对撞，我快没血了，我的车快没血了。他停下来了。哦，是他吗？他杀了人吗？哇哇哇哇哇！谁在开枪？谁在开枪？我现在这个状况完全不能下车啊！我现在不知道谁在哪里，一阵混乱。哦，右边树有人，好像散弹枪。他是要打我吗？太远打不到啊！散弹枪那么远打不到、啊。我刚好看到他是拿，应该是以前旧的那一把。哇，这台哇，又是刚刚一个人吗？哇，好多车，好多车！哇，这场真的不能下来了，会被撞死。不错，末日赛车就是这样子。天堂岛我觉得有时候玩赛车很好玩哦，很公平啊，每个人都可以开车啊。哇，我开到毒圈外了。好，看错了，看错边了。胆卡哥，这个还在树后面。哇，我车要爆了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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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车快爆了！哇，完蛋了！我要换车，我要换车，我看看还在不在，还在还在。好好好，换车换车换车。哇，现在不换车我就死定了。送你啦，这台。
鲨鱼甩尾有没有？前面有敌人，我看不会撞到他。哇，这台车全满，好好好，我又有救了。现在这个决胜这个地方很好，很适合开车，因为平的。有敌人，撞不到，这个撞不到，他在树后。有在打我车，有在打我车。哦，缩圈了，我看到圈了。好，好，我就要下来决斗了。再这样开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像个男子汉决斗吧。我先做一个凝胶护盾。好，凝胶护盾的时候你展现的，我平常都这样玩。哦，这有一个敌人。好，击杀。哇，杀他就十个观看。我看到前面有一个，右边有一个，先杀右边这个。哎，哦，被别人收掉了，好可惜哦，我差一发哎，被别人收掉。击杀，哇，瞬间13个观看，剩最后一个吗？剩最后一个，我看到他了。啊，被石头挡住了。Hello。OK， 吃鸡，最后一个韩国玩家。哇，末日赛车啊！很好，今天这场呢，成功的使用疯狂麦斯装，我自己讲的疯狂麦斯装吃鸡了。其实我觉得天堂岛游最后，如果说决胜的地方不要太多障碍物，像刚刚的地方，你开车反而比较安全，因为你们刚刚看开车人超多的。然后其实决胜的时候，你还是必须下来拼一波，因为树这么多，如果你撞不到敌人，可能就会被人家开枪打死。所以我最后的点还不错，有一颗大石头。所以关键时刻往往在最后，你的决定权你要停在哪里，然后在哪里去做击杀敌人。像我刚刚一个要打三个方向，左边、中间、右边，有没有？哎，左右中右啊，对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就瞬间就这么多敌人。好，今天这场游戏呢，就先介绍到这边。如果大家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一个喜欢，也可以持续订阅我，也可以把我影片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。如果想看更多的攻略的话呢，都在影片下方的连结。后面会继续介绍 Free Fire 的攻略的情报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游戏见喽，拜拜。